关怀全球，开拓视野。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爱全球视野，让大爱带您认识全世界。我是张富昌。今天的媒体焦点不外乎是马航试点班机的最新发展，以及克里米亚的独立公投。而除此之外，塞尔维亚的国会大选和保加利亚的传统婚礼也相当重要，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来谈谈马航试点班机的最新搜救情形。马航MH370 班机已经失踪十天了。经过这一个多礼拜的仔细推敲，马来西亚政府获得重大的突破，重新定调搜寻的范围和方向。首先，搜救的范围再度扩大，从原本的南海扩展到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现在又再度扩大到西北的哈萨克以及西南印度洋。因为马来西亚军方证实，飞机在失联之后大转向，可能往西北方向或西南方向继续飞行七个小时。因此，马国政府郑重请求这个范围之内的国家提供相关的资料和协助搜寻，使得搜救国家一下子倍增到25个国家。这可以说是航空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其次，侦办的方向由空难转为人为。马来西亚政府证实，3月8号凌晨，在马六甲海峡上空所侦测到的飞行物体就是失联的班机，因此认定人为因素相当高。原因有三：第一，这班飞机在最后一次向塔台发话之前，就已经关掉一个传送飞机动力和其他飞行参数到地面的通讯系统；第二，在14分钟之后，飞机的雷达通讯回报器也被关掉。飞机因此从雷达上消失，这两套系统先后而非同时失去作用，专家判断这是人为操作而非机械故障。第三，飞机在偏离航道之后，有技巧性的降低飞行高度，以避开雷达的侦测，这是经过完整训练的飞行员才有的表现。目前警方调查对象已经从正副驾驶进一步扩大到机组人员、地勤和乘客，过滤他们的身世、政治和宗教背景。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的报道，正驾驶扎哈里相当热衷政治，他狂热支持马来西亚反对派领袖安华，但是在驾驶这架 MH370 前数个小时，安华被判定有罪。警方认为安华的审判结果可能让扎哈里感到愤怒，因此借由劫机来抗议审判不公。而马国政府也主动请求中国、美国、法国和中亚各个国家提供卫星、雷达和陆海空搜寻资料，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失踪的飞机。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班机失踪进入第十天，侦办方向已经从空难转向人为因素。马来西亚首相纳吉亲自在记者会上证实，飞机上的通讯定址与回报系统被人为关闭，而且整架飞机是被人蓄意操控才会偏离航道。Up until the point at which it left military primary radar coverage.These movements are consistent with deliberate action by someone on the plane. 根据雷达数据显示，失联班机在8号凌晨0:41从吉隆坡出发，1:30和塔台失联，偏离航道向西飞行，然后被军用雷达侦测到，之后再转向西北飞行，并且在2:40从雷达侦测范围消失。一直到当地时间8号上午8:11之前，卫星都持续收到这架飞机传送的讯号，但是因为十分粗糙，无法确定飞机具体位置，所以军方决定扩大搜救范围。The search area has been significantly expanded, and the nature of the search has changed, from focusing mainly on shallow seas
We are now looking at large tracts of land crossing 11 countries as well as deep and remote oceans. 根据卫星数据，目前的搜救范围包括两条可能的路线，其中一条是从印尼到印度洋南部，另外一条则是从泰国北部越过缅甸、印度、孟加拉、中国等国家，经过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喜马拉雅山，一路到中亚国家哈萨克。这两条路线涵盖范围非常广大，而且目前沿路的许多国家，包括印度与巴基斯坦，已经明确表示雷达没有侦测到这架飞机。Mission officials are requesting support from these countries as well as others. This support includes general satellite data, radar playback, both primary and secondary, provisions for ground, sea, and aerial search, and assets as appropriate. 就在搜救行动如火如荼进行的同时，警方也开始重新调查机上人员身份。包括53岁的机长扎哈里，还有27岁的副机师哈密德。警方在扎哈里家中搜查到一台精密的飞行模拟器，能模拟不同条件下飞行和降落的流程。We took possession of a simulator, a flight simulator, and we have dismantled it from the home, and we have assembled it at our office, and we are getting experts to look at it now. 扎哈里热衷参与政治活动，是反对派领袖安华的支持者。他在驾驶这架失联班机之前，还曾经旁听安华的审判。外界猜测，安华被判刑可能影响扎哈里的情绪以及飞行勤务。更可疑的是，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扎哈里的家人在飞机失踪前一天已经从原本的住宅搬走。这个微妙的时间点进一步引发外界揣测。The four areas of our focus on the investigations. Number one, hijacking. Number two is sabotage. Number three, personal problem. And number four is psychological problem. That doesn't change. 虽然目前劫机的可能性无法被排除，马来西亚首相纳吉还是在记者会上表示，所有可能性现在都还在调查中。这么大的搜寻范围，真的不太好找。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谈谈另外一个国际焦点新闻，就是克里米亚举行脱离乌克兰的公民投票。克里米亚议会在上个礼拜以78-3通过了独立案，为克里米亚脱离乌克兰开了第一枪。而3月16号的公民投票可以说是最后的决战。如果公投赞成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那么克里米亚大概就是走定了。这件事情牵扯了太多国际法、人权、主权和强权政治的复杂问题，因此相当棘手，慢慢演变成为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和俄罗斯之间最大的危机。公投目前已经开出了75%的票数，150万选民当中，初步大约有95.5%赞成加入俄罗斯，比例相当高。这样的公投结果并没有太大的意外，完全在各方的预料之中。克里米亚总理表示，下周就会实施双货币制度，允许俄罗斯卢布在克里米亚境内流通，为加入俄罗斯铺路。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已经公开宣布不承认公投的结果，并且打算要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由此可见，克里米亚的独立公投并没有像苏丹的独立公投获得西方国家的祝福，也没有让乌克兰的情势好转，反而让其他鄂语城镇也蠢蠢欲动，要比照办理加入俄罗斯的公投。而除此之外，这项公投也没有结束欧美和俄罗斯之间的纷争，反而将双方的冲突带到新的境界。如果欧美国家严格实施经济制裁，而俄罗斯也还以颜色来个反经济制裁，那么国际经济一定大受影响，股票和金融市场势必动荡不安，所有人都将同盟其害。这是全球在这场冲突之下所必须共同付出的成本，代价真是不小。бюллетени посчитано уже, точнее 100% бюллетени посчитано уже в 3/4 участка, и за Россию,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проголосовало 95.7%. Нет, Россия! Россия!
民众高喊加入俄罗斯，因为预料加入俄罗斯公投的结果将出现压倒性胜利。不等所有的公投票全数开出，克里米亚首府新费罗波就出现了庆祝的场面。克里米亚民众男男女女身披俄罗斯国旗，在列宁广场现身支持。克里米亚亲俄派总理阿克瑟诺夫也站上了舞台。对于150万名克里米亚人来说，公投只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加入俄罗斯，另外一个是留在乌克兰。但是赋予克里米亚更大的自治权利，等于是可以自由选择发展外交关系的友邦，其中包括俄罗斯。加入俄罗斯的公投，对于拥有58%俄罗斯裔人口的克里米亚来说并不意外，但是对于克里米亚其他族群来说却不乐见这样的结果。在只占克里米亚12%人口的达达城镇，很多建筑物外面依然悬挂着乌克兰国旗，但是投票所里的公投票却零零星星的。很多达达人选择不投票，背葛公投，不愿意为公投结果背书。目前居住在克里米亚的达达人不到25万人，但是19世纪初达达人如日中天的时候，占了克里米亚1/3的人口。这次的公投让历史上几度流离失所的克里米亚人回想起史达林的暴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时，苏联独裁者史达林曾经围捕达达人，并且将他们一车一车地装上了运送牛只的火车车厢，并且将他们流放中亚。Тут же на референдуме у нас будет несколько видов вопросов. Будет автономия, будет остаться так, как мы сейчас есть на данном месте, или же присоединиться к России. 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的选项可能成真，让乌克兰东部亲俄大城顿内茨的居民欣喜若狂，有上万人参加市区的示威游行。И підвищення бойової готовності внутрішніх військ, міні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и.乌克兰政府在星期日公投当天成立一支为数20000人的国民兵，装甲车、坦克车等军备也动员前往顿内茨。克里米亚此举可能大开先河，让乌克兰境内亲俄城市有了可以依循前舰摆脱乌克兰的选项。位于乌克兰西部的敖德萨，甚至已经传出积极募集20万到30万人签名，以符合当前乌克兰法律所规定举行公投的门槛。Э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е решение крымчан, потому что никто ими не занимался, никто не помогал. И сейчас, когда они волеизъявили, 克里米亚公投造成东西方从冷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包括美国和欧盟都已经表示不接受公投的结果。美国白宫甚至打算透过制裁的方式，让俄罗斯付出军事介入的代价。不过，各方也预料，克里米亚公投将造成自2008年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以来，欧洲政治版图最大的改变。乌克兰的动乱局势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张。我们将会为您追踪与分析。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塞尔维亚的国会大选。塞尔维亚在3月16号举行国会大选，执政的塞尔维亚进步党获得过半选民的支持，拿下了将近63%的席位，确定可以独立执政。这是1990年共产党垮台以来首度出现单一政党执政的现象，这将有助于稳定塞尔维亚的政治发展。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一样，都有很强的意愿要加入欧洲联盟。但是塞尔维亚就比较幸运了，可以和平的推行加入欧盟的计划。这怎么说呢？因为塞尔维亚也是俄罗斯的好盟友，也曾经被俄罗斯视为势力范围。因此，在1990年代波西尼亚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俄罗斯都站在塞尔维亚这一边，共同对抗欧美国家。但是俄罗斯并没有背葛塞尔维亚加入欧盟的过程，让塞尔维亚在2009年12月。就提出了加入欧盟的计划。
2012年3月被欧洲高峰会 European Council 评选为候选国，紧接着在2013年6月就和欧盟展开入会谈判，一切进展都相当顺利。塞尔维亚政府希望能够在2020年之前加入欧洲联盟，让塞尔维亚成为欧盟集团的一员。Obećavam danas da nećemo dozvoliti garanciju za radnike, da ćemo stvarati socijalno pravedno društvo. Obećavam danas da nećemo dozvoliti. 造势激情结束，隔天，一名白发苍苍的长者步履蹒跚前来投票。选民盼望选出来的新政府可以优先解决就业生计问题。塞尔维亚每五个人就有一人失业，工资平均月领350欧元，不到台币15000。这个人口720万的国家，有将近四分之一是退休族，只能仰赖津贴过活，政府财政被压得喘不过气。另一个财政压力来自国营事业，塞尔维亚的公营企业每年负债增加7亿5000万欧元，很多机构不是债台高筑，就是破产解散。其实政府推动事业私有化超过12年，进展非但不理想，还令外资望而却步。Vučić je pobjedio, on ima neku viziju da pokrene nešto, ali ovo je mrtva zemlja, tu nema para, nema investicija. Mislim da on ne može promijeniti nešto puno, ali čovjek se bori.招商集资受挫，促使塞尔维亚政府积极加入欧盟，因为如果成为欧盟一份子，不仅找到坚实的政治经济后盾，还能够加快产业升级，为经济增长创造有利条件。正因为争取欧盟至关重要，所以无论执政或在野政党都以加入欧盟作为诉求，其中也包括中间偏右的塞尔维亚进步党。塞尔维亚进步党成员是一群极端民族主义人士，他们拥戴前强人米洛塞维奇，原本具有强烈反欧盟色彩。2012国会选举后，进步党成为第一大党，邀请第二大的社会党共同组阁，从此风格批变，成为入欧盟急先锋。Nemam cilj da budem bogat, da ne znam kako živim. Moja želja da Srbija živi bolje. Hvala vam najlepše i najljepše.进步党在2014大选中蝉联国会第一大党，据可靠出口民调显示，有近半选民支持进步党，250名国会议员，进步党籍至少占157席，笃定能够独立执政，不需筹组联合内阁。自1990年共党倒台后，首度出现单一政党取得空前胜利。进步党胜选后表示，将持续改革政经产业，解决高居不下的失业率，同时也要打击贪污与犯罪，增强政府透明度，最终要让塞尔维亚在2020年以前达成进入欧盟的理想。最后，我们来谈谈保加利亚的传统婚礼。在保加利亚，从新娘的装扮、迎娶的程序和宴客的方式都相当有特色，我们一起来看看。奇幻史诗电影《魔戒》，壮观的场面，曲折的故事，扣人心弦。而其中操控邪恶力量的索伦之眼，更让许多人印象深刻。在现代社会，保加利亚一个小乡村的传统婚礼，竟然也跟邪恶之眼有些关联。保加利亚西南方的村庄里宾诺夫，这里流传数千年的传统婚礼依然原封不动完整保存下来。新娘的眼睛一定要涂成白色，而且要闭起来，这是为了要避免邪恶之眼的破坏。这一天是22岁的布相可夫和21岁的阿迪可娃大喜的日子。早在典礼前几天，妇女们就帮忙把新娘嫁妆全都搬到新娘家门外公开展示。而在大喜之日的这一天，几乎所有村民一定会特别来走一遭看一回，品头论足一番。
这个过程可是非常的重要。традицията си се заварила така от години, така си са поне всяка една изминала година са клава повеки и повеки. Колкото повеки чест има момичето, толкова по-добре за них са. 村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478年，曾经是15世纪鄂图曼帝国统治的地方，当时的村民也因此转而信奉伊斯兰教。男女双方要先举行有法律效果的婚约仪式，这通常会在结婚盛宴前好几个星期举行。一旦新人确定要永结同心，婚礼就不再只是双方家庭的事，而是整个村子的大事了。全村会一起来庆祝。由于当地贫穷，许多壮丁被迫到其他地方讨生活，因此举办婚礼的时间通常也会选择大家都比较有空回乡的日子。Само че тук сега имаше топане, лаките така си решиха без топане да става. Иначе тук до сега топане, зорни и така, първо са, става главаш, уговарят се, водят родителите на ните и на другите, носят си подаръци, смянят си подаръци и след известно време правят сватба, уговарят се, обикновено сватбите и правят аз и есен време, като привърши селско-стопанската работа, тогава при зимния период. 在温暖的月份，许多在保加利亚或是到欧洲去讨生活的壮丁都会回家待上一两个月，和家人团聚，同时也能参加婚礼。第一天，新郎新娘两家会分别邀请亲友。第二天的傍晚是整个婚宴的重头戏，盛装的新娘在眼睛闭起来的情况下由众人引领去会见新郎，大家一起到新人家祝贺一对璧人拥遇爱河，展开新生活。虽然传统的媒妁之言早就被自由恋爱取代，但是千古流传的神圣婚礼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真是相当特别的婚礼，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全新感受，掌握世界脉动。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明天见。